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？为什么？猫咪，很软，很干净。第二题，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火锅，土豆。第三题，最常用什么方法释放压力？一个人静下来整理。第四题，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跳舞，吃饭。第五题，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会怎么办呢？哭，再解决。第六题，冰淇淋们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很开心？夸我帅。第七题，如果有一段时间让你去旅游，你最想去哪里？马尔代夫。第八题，遇到经纪人不让做的事情，会不会撒娇让经纪人同意？不会，我会给他讲道理。第九题，最喜欢你的粉丝怎么称呼你？男宝宝。第十题，现在面对镜头，你想对粉丝说什么？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粉丝集体之你问我答。第一题，凡凡多大了？是什么星座？18，天秤座。第二题，想看凡凡做一个可爱的表情。第三题，最近有遇到让自己很惊喜的事情吗？是什么？没有。